讲，徐州举办一次宴会的。我不同意，把宴会往我头上想想，重新打扫一遍，知道吧？没事找事儿。明天 A 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要来，别管闲，有妈批一个亿，再拉去采购。副总，我去准备了。王总，今天物价人特别多，注意一下言行举止。在别人家还嘴大老粗。